彰化师大郭校长，两位副校长以及彰化师大的师长们，我们彰工的石校长、石教授，我们彰工文教基金会两位董事长，我们家长会郭巴马黄会长、徐会长夫人、李财委，我们彰化师大校友总会黄理事长、黄会长，我们的校友。校友那个议员那这边有我的前辈吴校长，我们彰工文教基金会前董事长，那我们校务校总监雍仁，以及呢我的长官潘翠丽彭校长，我的学长建国科大陈校长，建国科大的师长们，大家好。看到很多在座有效的校长、师长，以及我们各界先进各位贵宾的莅临，我真的非常的高兴。大家好。好。我们彰工在办75周年校庆的时候，曾经会长跟我讲，我说你们会办80周年校庆，那世事难料。时间过得这么快就进入2018，那我们就开始启动我们彰工80周年的校庆。在筹备期间，我要感谢我们家长会郭巴马，还有校会参加张会长，文教基金会文教基金会前董事长，那我们的有从有界，黄会长以及各位校友前辈的鼎力支持，透过各种不同的活动，让我们的筹备工作可以顺利的来推动。我跟大家报告，80周年校庆不是我办的，80周年校庆的筹办、规划、沟通协调，是由秘书阿廖以及全台主任负责。阿廖在哪边？学务处就负责研究会，立明老师负责日本及面校的联络以及接待，那我们的实习处负责校友的联系，图书馆的厅主任负责我们的专刊，我们的总务处负责那个建国科大的正式以及点名校来访。我们的进修我们进修部是负责一点的彩排规划。我利用这个机会，一直没有机会大家那么忙，一直没有这个机会，我用利用这个机会跟我们的秘书以及各处的主任致上了万分的谢意，因为你们努力，我们80周年校庆办得非常的圆满、顺利、成功。用这个机会跟各位师长说谢谢。刚完这个校庆，接下来我就参加6月3号的天泽团长。天泽团长在哪边？天泽团长是我们家长会长联谊会的团长那他举办6月3号是举办我们五届。乐坛两志友，那在路途上穿过，要到五界，大家可能知道，要穿过一个山洞，要穿过那个山洞，穿过那个山洞的时候就往事一幕幕的浮现我跟我们的家长会长从北到南，到东部，还有人上山到海边。可以说是快乐的回忆，不断的表现。我也利用这个机会谢谢各长朋友。你们的孩子毕业了，但是你们的爱心没有毕业，必须留在学校关怀需要营养午餐的。6月23号结束，
紧接着就是6月23，那个由张家楼会长办理的金门、厦门、武夷山也是有的活动。那我在厦门搭动车，那个动车我是第一次搭的，动车就是大陆的高铁再慢一点点的叫动车，就一路的开到武夷山。那在整个路途上不断的回想想起我们北中南各界的校友会长，以及我们是只为承办我们大陆校友企业的参访活动，我参观过詹董事长的工厂，谢志成会长的工厂，还有华安国王董事长的工厂，肖文文董事长的工厂，我们是我们肖总监的工厂等等，让我感受到我们参观的再次创造台湾人民经济奇迹，来帮助大陆的快速成长。我相信作为一个校长，这个是最光荣的，那也让我回想到我们这些杰出的校友后面更有好的风光的老师，就是我们退休教师的李宗伟，到学校来看到退休教师们对午休继续的在指导我们学生小论文的写作，无论是在质在量都是名列前茅。我一直没有机会谢谢退休老师，所以我要用这个机会谢谢我们所有的退休老师。8年前的这个时候的后面一点点，因为这个时候是大约要开学是9月，所以应该还不到满8年。8年前第一次站在这个地方校会，那跟我们所有的市长报告，技术是张工的根，升学是张工的本，这是我们张工推动校的行政主导。我们的师长非常的努力，在技能的培训可以说是用尽了所有他可能付出的时间，不但要教导我们学生的技艺，还要熏陶训练以及潜移默化我们学生的各项能力，让我们的选手具备冷静的头脑以及强烈的企图心，来为我们张工争光。所以我们张工无论是教育部、国教署所举办的工科技艺竞赛，以及劳动部所举办的全国技能竞赛，乃至世界的技能竞赛，我们张工都有非常良好的成绩。我每一次在校园走动，看到我们师长对我们的同学谆谆教诲，无论是生活的常规、课业的辅导，可以说是全心全力。那我们张工的学生四位，就有3位可以考上武力科大，以我们张工所学的技能为基础，到科大再去学更高深的理论以及技术，为将来的知识经济打下良好的基础。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谢谢张工文教基金会、张工家长会、张工校友会、张工师子会，谢谢你们勉励绩优以及学业的奖励金，来鼓励我们老师同学。我要借这个机会，我要特别感谢杨董事长以及陈建志董事长，还有江达龙董事长、陈
陈金武董事长，到吴新董事长及曾老师，感谢你们每年颁发巨额的励志奖学金，来鼓励我们同学努力向上。我也要感谢文教基金会所有的董事，谢谢你们长期的捐款，来协助学校校务的发展。我还有一个任务没有完成，这个就是我们中山路的宿舍要改建，精密机械加工中心及建筑创意体验馆。这个工程经历了各任的总务主任、泽民主任、俊坤、阿正、宝鹏、文强，他们不断的写报告，不断的修改计划。我们也一起到国教署、到财政部做过 N 次的报告，终于教育部拨给我们8300多万的新建工程的预算，让我们可以把宿舍改建。但是我们那个宿舍已经49年，所以要进入融资审议的阶段。如果没有列入文化资产，才能动工程序。所以我这个任务、这个作业还没有完成，我要交给石校长。